噔噔噔噔噔。ポケモン。何？ゲットだぜ！ポケモンか、これ。游戏开始，要玩对战。对战不过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左云星光彩虹四级，攻击胶囊、罗斯雷朵，还有一只土台龟跟雷电云。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罗斯雷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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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罗斯雷朵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四星马上顶下来，五、哦、四星啊，五、哦。精神幽灵球，第一张。哎，太好了，捉到宝可，抓到土地云了。哈哈哈哈哈，今天来捕获一堆四星呢，哇，好多四星哦，土地云又来一只。有一只，对，那个是双重冲锋机会，它可以跟雷电云一起，它可以跟龙卷一起双重冲锋。那这一台机台里面还有一只是雷电云，还有一只土台龟。但我们去星光五楼好了啦，彩虹四级这边应该是没有五星的，我们去星光五楼那边打看看，因为四星的话都会伴随着五星一起下来。OK， 我们今天在这边捕获了两只罗斯雷朵跟土地云 ，Let's go。五星及格的交换机会，哎呀，好，那我们左边这一台有一只四星土台龟，还有四星的地链头。我们刚刚在下面打，好像有一只四星土台龟，对，什么都没有。快点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战斗之舞，皮质批。我应该打一打去了。你看，我这个是高手，好久好久看到了。那你很少拍戏，太高了。今天打一场很累。哇，你买很多嘞。哦，大师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夸太夸张了。我们安安直接捕获了两只，而且还是手推大师球的四星呢。我们刚刚在下面捕获了两只，然后那一只土台龟没捕获到，然后来上面大概就捕获到了土台龟，到哪里都有他们呢。然后还有一只地招的怪力，哦，那我们右边西格尔德。精灵球，我叫鸡球，我的可以吗？鸡蛋，对，妈咪，我鸡蛋气球，又草分裂了，咦，抓五只哎，你把四星枪打五场抓五只哎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一大堆四星宝可梦，这像鸡海底，精灵球呢？超强精灵球。哇，哥哥精灵球抓到了，真的。对战捕获，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吗？捕获时间，我们从我们去哪个地方？彩虹市井、左银星光五楼、左银星光十楼、桥头金玉塔，再来到冈山秀台乐购。今天一路从那边往北走。然后呢，捕获了将近五只四星，来到冈山秀泰又看到一只，又看到两三只四星，我的天哪！我们今天呢一路跑了非常多地方哦，感觉好像很多地方都这样子。卡片缺货，请勿投币，好像到哪个地方都是卡片缺货，要不然就是刚好点数没了。像我今天去卡那个冈山啊，不是那个左银星光十楼有一台，它好像是没点数了。然后桥头金堂是二弹了，好像三弹已经快没了。大家如果有遭遇到三弹的宝可梦的话，还是要赶快打一下，因为真的好像快没了。里面有一只四星的艾露里，哎，和一只四星的谢米啊。哎，四星谢米，四星艾露雷朵呢？哎，会不会有料啊？来吧，派出您的宝可梦。左边叶刃，右边十字节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这不是双重冲锋。
来喽，雷电原四星的宝可梦，还有配一只一星的小小象。不知道今天我们可以丢出的是什么球，让我们的小迷途。兄弟们，这个精灵球能不能捕获右边的那一只雷电云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看看，哦。今天抓了六只四星呢，两个，三个。下面还有呀。我们把雷电云给捕获下来了，给都大姐。噔噔噔噔噔。还有，想想一下。还有小小象，小小象会不会有交换？哦。感受到了强大宝可梦的气息耶！好，换您打。好，安来帮我一起打来。不要换您打吧。还有一只四星的陆地上的蟹米，还有奥路雷朵，另外还有一只是什么包？这个四星蟹米，另外一只三星，哎，它是三星的奥路雷朵了，我以为是四星的嘞。来，我们把这只四星蟹米给捕获下来。今天呢，就捕获了，现在已经七只哎。对啊，抓下来就七只哎，夸张了各位兄弟们。来这里就换我游来打了，凤凰跟紫衣剑了。这是我们小迷途安安的宝可梦，我方的攻击，可以按个三五十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有了。这是我们的救急挑战赛，没有错，我又再度的，我们全家共归，全家干归啊，什么都没抽到。哦呦，大师兄，超级球，也不错。他说这样子丢才会超大师球，好，下次来一个 ，nope， 还没两个，看来四星还是要小迷途安安抓，哇哩嘞，我们今天已经抓了六只四星了，等一下把那四星都拿出来，我们送给大家好了，对战捕获，哟，克雷瑟利亚跟艾露雷朵还有谢米，哎，来了，他的。大师球之力，可以可以，左边是四星的艾露雷朵，右边是三星的艾露雷朵，今天一次出两只武神艾露雷朵，哎呀，突然跑出你哎，打了三四场。对呀、啊，突然跑出你，真的是想说，居然是五星雷击奇卡斯，哦，终极大潮，哎，第一场出的，哈哈哈哈，出大猪。我们在这边打了三四场，什么都没有哎，结果突然跑入雷奇西卡斯，第一场就